把这个刀插进这个孔里面，用我们这个里面中间那个螺丝，把这个盖子。暂停一下吧，放大，松开。高度我们就要松了这个螺丝，好了就再锁紧。好，以后我们就用手这样再动一下那个刀片，看有没有会碰到这个中间轨道就可以。再拿好这个饮料的，底下有个东西，我们松了以后就把它推进去，这里就可以靠近这个刀口，这里就可以碰到。这个就可以放在跑动的，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凭这个刀口，凭这个刀口或者就是高一点的，然后我们不说的。如果这个要顶到要左右逃，左右呢我们就是松了，这里有个螺丝，这边松了以后我们就这边左右移动。天线我们就是3-10的三条锁线，我们都标出有的，这条是零线，这个是 B 线，这个是电源开关。一般来说我们开了电源开关再把那个轨道运行开了，再把这个打开，再调那个速度，最后按启动就可以。您点的话按一下几点，